各位婚姻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怡，欢迎收看今天是正月十五号礼拜一的婚姻新闻。我是乡农会代表高平西，这季所种的是芭乐包心白菜，因为市场拍卖价收缩，无够采收成本，只好开放消费者家己来办，计少俗俗啊算。我将乡农会总干事李美容今日就联络大俗企业，将这包心白菜全拢收港，以免农民辛苦种作血本无归。花莲地区这几天天气变好，造成蔬菜大量就市，结果再度出现菜头菜根的无奈。原乡农会代表吴明西，伊所种的200包心白菜，因为卖不挂成本，只好开放菜园，互民众家己来买，计少凊彩算。啊，无甲我发小唔那多。啊，你一斤发偌济？啊，一斤就甲一公斤甲发四块啊。啊，算袂好吗？啊，无迄个敢袂好。小小卖啦，啊无。来办凊彩计少。啊，凊彩甲无去，无安怎？啊，无甲无，种个无收，用讲无收嘛袂使啊。啊，收算袂好对啊？袂好啦，迄种起吼，种迄种栽啊田咯，肥料药啊，足上重个，足贵个呢。五平西菜园昨开放，予大家来买材料后，吸引袂少民众来捡熟啊。但是也是有热心的民众特别前来赞助，叫市价来购买五平西的蔬菜。甲因斗赞助一下吼，安尼回内当安尼，卖讲了啊济。嘿，加减甲因迄个一个，我要做酸白菜啊，酸白菜啊，做一块泡菜、酸白菜安尼，啊，下当食足久的，嘿。哦，你是专门来甲买啊？对啊，啊，就昨个联络到，啊，就感觉讲啊，这是趁这个机会，台湾的好东西不要让它浪费掉了。我将乡农会总干事李美容知影吴明西的困境了后，今仔日也透过关系来替伊销售蔬菜。结果大叔就肯出面，全部购买，准备送予各地乡亲是同享用。我这边吼，啊，甲咱的善心企业，咱的大叔企业吼，咱的陈副总吼，啊，接洽吼，伊也真热心吼，要来帮咱解决吼，咱农民吼，无爱予伊血本无归啦吼，所以伊也要甲咱采购200箱吼，啊，去送予咱一寡吼，咱的长青食堂吼去食用。郭明生指出，200包心白菜一公斤的成本要10块左右，现在市场拍卖价一手20公斤卖无100块，连采收的工资都无够。现在大叔是以一手200块甲买，予伊卖了上济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